这个是我做的一个仙女棒，然后这是我做的一个哆啦 A 梦的戒指，有点点丑，但是还行，还比较像。这个是一个粉色的蜂蜜，因为我的粉丝叫做蜜糖，然后就是贴近一个蜂蜜，然后糖就是一个很甜的东西，所以我选了粉色。我又弄了一个小蜂蜜戒指，但是我是很贴心的送给你的，好吧，希望你们喜欢。